今年球季在例行赛有20场的初赛都是先发，拿到了10胜5败。林嘉伟的话，在生涯对上德保拉的对战打击率2.22，9-2。接棒打左半边落地形成安打，林嘉伟同一队的开路先锋，今天首打席马上就是敲安上垒，要来开启南霸天的第一波攻势。来到今年中华职棒联盟的安打王，这个时候摆短，邱志成短棒出去拼速度，二手接球传一来 save， 又是一支安打。现在小黑也靠着脚程拼中的内野安打，不过也是生涯第4次来打台湾大赛。再点，这个时候考验投手的处理，安球撂掉了 ，all save， 一个出局数都没有抓到。德保拉第一时间想要选择传三垒，但是球没有拿稳，拿稳直接往三垒送，因为毕竟他是左投手，不用转身，要抓二垒往三垒跑的机会是很高的。对决，两两坏，内角，哇，触身球，触身球，这个时候德保拉送礼送到心坎里呀、啊，出现了一个触身球保送，现在要挤回同一师在这场比赛的第一分，球数来到两好两坏。接球打中间方向，游击手接球之后呢，传一垒，只能够选择来抓一个出局数哦。那同时三垒上的跑者是有回到本垒攻下同时的第二分，就打出了4支安打。右半边越过了二手上空，行之安打。现在一只狮子回到本垒，这支安打现在在往德保拉的伤口上面撒盐巴，打下了同时这场比赛的第三分。牛瑞阳是生涯首次在总冠军战来登板，今年是拿到了防御率王，也是本季唯一10胜的本土投手。两个好球没有坏球，哇哦，漂亮的变化球让打者挥棒落空，挥了个寂寞遭到了3振。第一球就出手，中间方向来看一下平飞球，结果进手套。哦，捕手继续蹲内角，一好三坏。这一球出棒打高，仰角非常的高，但是距离看起来不够远。右外野手林嘉伟很快就来到了落球点，就定位完成了接杀，结束中信兄弟在第一局的攻势。古林在第一局就投出了3上3下，有一张老 K。两好三坏。结果投得太开，这个时候邢德生的四坏球保送，德保拉连续3局都有出现保送，3分领先的同一师能否在3局上现在继续了串联攻势。这一球棒子打断在右半边的平飞球落地形成安打，这一支 lucky hitter 的出现虽然牺牲了球棒，但是绝对值得。滚地球出现在三垒方向，三垒手接球串二垒，封杀了一跑二的跑者。陈崇宇前次的进攻是遭到了3振，中间方向的滚地球，投手接球传二垒，再往一垒上挥进一个 double play， 让这个半局同一胜的攻势就这样变成了出局数。陈胜平的话，今年面对到左投手的例行赛打击率，只有2.29。哇，148速球，男子汉的对决，3振掉了陈胜平。德保拉目前掉了3分，只有2分的自责分。这球打第一球，右半边的飞球，要准备找守备员了。林嘉伟在首打戏有敲出安打，第二打戏则是内滚地球出局。哦，棒子又打断，这个时候小飞球，一垒手已经是示意他来处理，接杀了林嘉伟的飞球，所以德保拉在这个半局手起刀落，投出了这场比赛个人第一次干净的3上3下，有一张老 K。
接球切到在左半边的飞球落地形成打，王威成在前侧进攻时打了4-6-3的 double play， 来到第二打席，这个时候从高原将树手中打出了团队在这场比赛的第三支安打，要持续有投手在做准备。两坏，拉怀在左半边的滚地球界内，三手接球对角传一垒，完成的刺杀5-3。打第一球，中正方向落地先传打。现在王威成绕过了三垒之后呢，过站不停，手刀冲刺要回到 home sweet home。蒋坤宇继续维持对上高岩将树打得非常火烫的手感，现在打下中信兄弟在今年台湾大赛的第一分，分数急起直追，追成了1-3。看起来对于高岩将树出手点呢，蒋坤宇应该是掌握得很好。上来毫不啰嗦，设定自己的位置就积极出棒，最终也受到了很好的效果。这个半局会是德宝拉的一个考验哦。重年炮，世界宇宙霹雳无敌高，在游击防区交给蒋坤宇完成接杀。球数目前是德宝拉落后给打者了，1-3。积极的进攻，打成了在中间方向的深远飞球，中手往后退，现在岳振华也掌握到。他们也会在台北大巨蛋来担任东道主哦。哇，146的速球让打者变成了电风扇，遭到了三振，结束这个半局同一胜的攻势。比赛来到5局的下半，这个时候呢，同一胜来进行投手的更换，换上左投手林子威，要来站上投手丘。当时高印也没有展现出说能够绝对压制中心兄弟的一个进攻，投点拼速度，三手接球再传啊，来不及，传不出去，岳振华点出个内安打，无人出去，一流跑者，结果投得太开，变成了4坏球保送。接球打高，在右外野方向，这个距离不够远，不过二上跑者看看会不会启动，现在二上跑者决定要来启动这个回传球，过来中间卡到，没办法，二上的跑者现在往前推击一个垒包，来到了1-3垒有跑者的局面。打者王威成这一棒出手在中左外野方向蛮深远的位置，左外手往后退，在警戒区的前面完成了接杀，这个距离够远哦。三垒上的跑者现在靠着飞球掩护回到本垒，投下中信兄弟的第二分，王文成的高飞牺牲打有1分的打点，岳振华回来。盘棋开在首打席的内滚地球1分打点，第二打席则是打专打，打右半边一垒手出去接，抛给补位的投手没有问题。曾经出现一发的全垒打，哇，这球受到挤压，二垒方向的滚地球，岳振华这个时候来一个4-3。中间方向的滚地球又是受到挤压，岳东华快接快传没有问题。这个半局现在德宝拉变成了滚地球大师，让同时打出了3个滚地球，所以4、5、6局都是3上3下。这棒打得不错，在中右外野方向飞球落地形成安打。蒋坤宇今天单场个人的第二支安打出现，在6局下半又要来带起中信兄弟的攻势，来到了38岁了，这个时候来死守同师的1分领先优势，走了，但是这个时候呢是出现了4坏球保送，啊，这多送了一个礼包了，哦，哇，这个时候直接传到中外野去哦，比赛还是进行当中，所以蒋坤宇是一口气来到了3垒得分大门口，又是一个1番2瞪眼的时刻。这球出手打成了在中右外野方向的飞球，这个距离落地形成安打，三垒上的跑者现在回到本垒攻下了追平分，一垒上的跑者也来到了3垒，高玉杰打出了2垒安打，这个时候中信兄弟是强势的扳平，双方3-3回到了原点，而且持续攻占到了2、3垒。在同时在6局下半来进行投手的更换，换上邱浩君来站上投手球。哎呀，这个时候投出了4坏球保送。这球再选4坏球保送，
邱浩钧在蛮累的情况之下，并没有顶住压力，投出了四坏球，让中信兄弟兵不血刃挤回了超前分，4-3。这个时候逼的同时来进行投手的更换，换上是林兆恩。林兆恩今年球季出赛了有15场、12场，担任先发，4胜2败阵。这棒出手打成了在中左外野方向蛮深远的飞球，警戒区的前面，小黑邱志成完成了接杀之后呢，三垒上的跑者要来启动，回到本垒，哇，全部都往前推进个垒包，因为打得太深远了啦。高飞失胜打有1分的打点，整子豪打下了球队的第5分。满球数，中间方向，这个时候来看一下，结果扑下去没有办法穿拦截，穿越行程打，现在两只大象都要回到本垒。王威成1棒2分，继续扩大中信兄弟的领先局面为7-3。哇，这个时候战歌响起啊！投手是唯一有机会的人呢。投手一没有办法拦到的话，那这两分就要掉了。我们再回到比赛的现场，现在在6局下半两出局之后呢，同时一样再来进投手更换，换上胡志伟，再来这样投手球，已经是单局所动用到第4位的投手了。曾颂仁生涯打胡志伟打得蛮顺手的哦。这一球中间方向出现了安打，王威成再往前推进一个垒包，哇，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来挡下黄山军的猛攻、狂攻、强攻啊！单局已经打了1轮哦。而且这个球也是完全的咬中了，这一球结果投出了4坏球保送，单局的第4个保送。这一球打左半边游击手没有办法拦截，穿越行程打，一只大象两只大象陆续回到本垒，这战打再打下球队的2分啊，继续扩大跟同一师的领先，这个时候在6局下半要血流成河啦，9-3，确实真的是打出了一个大局了。有点受到挤压的飞球在中间方向转一手往前，也是很快来到了落球点完成接杀，勉强去碰，这个时候要拼速度，投手下球接球转身传上一垒，一气呵成2出局，拉掉好球进垒，打着站着不动，林兆自己也拍拍自己的头盔啊，觉得错过这个好球没有打，所以德保拉已经是跨局连续解决14位同时的打者了。今天宋承瑞第5次的进攻机会来面对到的是胡志伟，这球出棒打高，内野的一个冲天炮交给谁？交给谁？三垒手过去，哎呦，掉下来，抓了 ball， 潘杰凯抓了 ball， 宋承瑞大难不死，站上了一垒。哇，这球也是世界宇宙霹雳无敌高，但是潘杰凯跑过头啊！这个球三垒手来接没有问题的。就是最后对于球的落点判断没有掌握好。拉回右半边，一垒手接球转身传二垒，再往一垒送。这个时候也是来一个双杀守备，他直接选择这种3-6-3的一个双杀的演出，传的也很准。对，因为他的转身过势是会跟跑者有一点点成一直线，真的会是蛮关键的一场比赛。出棒打高，又是一个冲天炮交给三垒手这边来接，游击手也过去，哎呦喂呀，不要抢不要抢。来到8局上，这个时候兄弟来进行投手的更换，换上黄恩赐来站上投手丘。这场比赛目前的话承接线3-0。来看一下这一球在中右外野方向落地行程打，四爷敲出了今年球季在台湾大赛个人的第一支安打，也中断了同时是15上15下的一个进攻干旱期。带向了右半边，出现了安打。现在潘杰凯出现了单场个人的第2支安打。原本在一垒的跑者陈杰胜一口气来到三垒得分的大门口，但后续居然是把他救回来，而且是完成了7局的优质先发。带向了左半边，出现了平凡安打。
三垒上的陈杰宪现在回到本垒，攻下了同一师这场比赛的第四分，来到了第八局，终于再度有分出的进账，现在追成了4-9。第六棒的曾松恩，曾松恩也曾经从胡志伟的手中打出一发全垒打。哦，这一棒咬中在左外野方向，非常的深远，野区不回头，鱼柱炸裂 ，Sosa 锦上添花。现在是打下了中信兄弟的第十分，哇！同时刚刚好不容易追回了分数，现在又吐了回去啊，也是今年台湾大赛所出现的第一发 home run。挥棒的速度真的是猛，这颗球如果是从重播来看的话，感觉上是有点在高的位置是在坏球，但还是硬被他扛出墙。挥棒的轨迹真的是短，而且蛮有力量。这也是曾松恩生涯在台湾大赛所打出来的第一发全垒打。现在扛着大旗，要带起整个象迷的士气。再来看一下内角，这颗球打得真远，咬中之后这个确信步，相当的漂亮啊，飞到哪里去啊？哇，再高一点就飞到上层看台了。很少看到在大巨蛋打这么远。比赛来到了第九局，现在在九局上半呢，领先六分的情况之下，中信兄弟还是由 closer 吴俊伟要来把关。两好三坏，这一球 no， 主审没有捡，这是一个四坏球保送。拉环在右半边，穿越型穿打，李安可在今年台湾大赛的首打席，这个时候敲出安打上垒。原本在一垒的许哲彦一口气来站上了三垒得分的大门口。右半边平飞准备接杀踩一垒，一个还是两个？这边看起来是一个。那兄弟要挑战吗？要挑战。哦，这边要挑战一垒，这边是否及时回垒？挑战成功就抓两个，挑战失败就抓一个。哇，许建宏的一个 nice catch， 那林安可要赶快回去，谁的脚先到？好，那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维持原判，叶德胜、邱景彦先生是一个正确的判决。Good call。到第二棒的邱志成，小黑 VS 小黑，第一球就出手，在左半边的击球，这个位置有点尴尬，要不要跑呢？可能跑不了。曾松恩接球之后呢，赶快回传到内野，两出局 ，two down。打地球出手，二垒方向的滚地球收球，踩稳脚步传一垒，再见刺杀，结束了这场比赛。中兄弟这场比赛是上一个精彩的逆转胜，中场10-4，六分之差来打败了统一 7-11 师，拿下了中华职棒35年台湾大赛首部曲的开门红，所以也是代表中兄弟是跨季在台湾大赛9连胜。哇，2021年到今年2024年还不曾在台湾大赛输过球。那德布朗拉完成了一个7局的优质先发，也是拿下了生涯在台湾大赛的第4胜。